充电带闪了吗？充电带对，走吧。西海这趟那个呱呱你在前面滑，西海你跟在后面，我跟在西海后面，这样把你们俩都能拍进镜头，好吧？走哪边？左边那个。左边那个，对对对，我们刚滑去中间那个。走很漂亮的同步，西海在后面同步的很好。嗯，很漂亮。哇，刚刚从什么哪里看，马上来教徒瑞地，好开心。是吧？明显感觉不一样，对吧？感觉很不一样。就是啊。来，大声再说一遍，都在你的镜头里面。对哎，刚压过的真好，这个盖的够厚了哈。可以再滑一遍雪道。刚才那个雪子很给力的。嗯。这个雪子大概顶好多片。感觉终于，你看刚才刚才那个雪道就是刚刚过，然后又下来一些新雪，然后这时候特别的整齐，特别的锐利，然后感觉终于上锐利滑起来了，是吧？比下午那个非常非常具体的上锐利就要好。有道理。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觉得什么东西滑出来的话，不应该对自己太严苛，要想想 equipment 是不是旧吗？然后这 condition 是不是好吗？对吧？天上是不是在下雪子了？对，我觉得好像那边的雪比这个道厚。我也觉得是。是不是啊？嗯，那边那个因为是 racing racer 训练的那个道，它每年造雪最开始就是两个道。OK。说到这条道是不是？最好的一条道，最好的，这几天都是最好的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马达亚雷。还在亮吗？啊，下脚还在亮，感觉电还撑住了。